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地方创生是政府推动地方活化和再生的市政重点。复兴乡公所就来跟大业大学以及政治大学共同签订地方创生合作的意向书，结合各界力量，让地方创生的推动会当更加有效果。复兴乡公所跟政治大学大业大学校长签署合作意向书，也宣布协助彰化县复兴乡产业升级，创造工作机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减少，所以年轻人走出去了。那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个地方创生的计划呢，就诚如乡长所说的，把年轻人招回来，把地方的这个企业呢，再把它振兴起来，把地方繁荣起来，来跟福兴乡结盟，这就是这个点的开始。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美好的台湾，幸福的台湾，就从福兴开始。谢谢有你，谢谢有福兴的乡长、福兴的乡亲，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政大永远会把福兴当作我们的新家乡。政府资源不足的情况底下，加入学校的资源，相信是一个上大的力量。为了营销复兴特色农产品，支持青年农民返乡创业，助力农村成立军。大业大学还有政大哈，来帮忙我们福兴乡做的这个规划哈，来做一个青农返乡的一些规划，还有我们福兴乡的一些产业，还有土地整个农村再生的一些规划。希望说经过这一次的规划，能够引导一些年轻人能够回乡来创业，然后有一些企业来进驻，让我们的福兴乡更繁荣，然后帮助我们的青农，把他们所做栽种的一些青农的一些好东西呢，能够分享到各地，让各地知道我们福兴乡有这么好的青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伫咧复兴乡长蒋燕登积极争取地方创新提案，真正地方人口成长，盘点复兴乡的地方 DNA 了后，公所积极推动社区营造，发展一村一特色，规划社区公园绿美化，建设适合人住的快乐环境。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